就赚了3500万。1996年出生在小县城月入3万，正式生活的一天。我目前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拍摄剪辑。今天约了装修公司的大哥过来帮忙装门头，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拍摄结束。楼下买了份烤冷面新店面，晚上和闺蜜约了饭，因为她想做抖音图文带货，无从下手，想了1-2个月都没有动起来。想的太多了，做图还要找什么团队拍摄选片制作呀、啊、其实很简单，今天就约着她手把手操作一下。图文带货这边的门槛相对比较低，粉丝数也没有要求，加上官方的图文扶持，闺蜜这样的纯小白没有基础，拍摄很容易上手。像这些账号临时日用品服装都不用写文案，也不用拍摄，几千粉丝一个月也能赚大几万甚至10万加。这个账号4000粉丝，橱窗销量3万加，类似这样的账号还有很多很多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？首先不知道在哪里选择爆款单品，点开主页的商品橱窗，选品广场，找到图文热卖，从这里挑选你想要卖的东西，像服饰、美妆、食品等等，加入橱窗就可以了。有人下单就会有佣金拿。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货图片，怎样让你的图片看起来精美又吸引人，让粉丝看到就想点进去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商品向下滑，我们找到详情页面，然后进行截图，打开这里美图设计师，点开画布，创建封面，选择自己喜欢的，直接替换就可以保存图片，点击这个抠图把颜色抠出来。像图片上有 logo 的话，直接用 AI 消除就可以了。想要画质更清晰，点击变清晰即可，这样也不会伤害画质。背景如果不喜欢，我们可以点击背景库选择，这里加特效文字都可以。它这里还有很多功能，都很适合我们新手小白用，超级简单。如果你也是和我闺蜜一样没有基础，可以试试，可以每个月多赚几千块钱，带娃的同时还能有份收入，不用再伸手问老公要钱，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。今天很忙就赚了3500，我96年女生，在小县城月入3万，真实生活的一天。我目前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拍摄剪辑，今天约了装修公司的大哥过来帮忙装门头，半个小时差不多我这边拍摄结束。楼下买了份烤冷面先垫垫，晚上和闺蜜约了饭，因为她想做抖音图文带货，无从下手，想了1-2个月都没有动静。想的太多了，最后还要找什么团队拍摄选片制作，其实很简单，今天就约着她手把手操作一下。图文带货这边的门槛相对比较低，粉丝数也没有要求，加上官方的图文扶持，我闺蜜这样的纯小白没有基础，还是很容易上手。像这些账号零食、日用品、服装都不用写文案，也不用拍摄，几千粉丝一个月也能赚大几万甚至10万加。这个账号4000粉丝，橱窗销量3万加，类似这样的账号还有很多很多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？首先不知道在哪里选择爆款单品，点开主页的商品橱窗，选品广场，找到图文热卖，从这里挑选你想要卖的东西，像服饰、美妆、食品等等，加入橱窗就可以了。有人下单就会有佣金拿。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货图片，怎样让你的图片看起来精美又吸引人，让粉丝看到就想点进去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商品向下滑，我们找到详情页面，然后进行截图，打开这里美图设计师，点空白画布，创建封面，选择自己喜欢的，直接替换就可以保存图片，点击这个抠图把人像抠出来。像图片上有 logo 的话，直接用 AI 消除就可以了。想要画质更清晰，点击变清晰即可，这样也不会伤害画质。背景如果不喜欢，我们可以点击背景库选择，这里加特效文字都可以。它这里还有很多功能，都很适合我们新手小白用，超级简单。如果你也是和我闺蜜一样没有基础，可以试试，让你每个月多赚几千块钱，带娃的同时还能有份收入，不用再伸手问老公要钱。今天很忙就赚了3500，我96年女生，在小县城月入3万，真实生活的一天。我目前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拍摄剪辑，今天约了装修公司的大哥过来帮忙装门头，半个小时差不多我这边拍摄结束。楼下买了份烤冷面新店面，晚上和闺蜜约了饭，因为她想做抖音图文带货，无从下手，想了1-2个月都没有动起来。想的太多了，做图还要找什么团队拍摄选片制作呀、啊、其实很简单，今天就约着她手把手操作一下。图文带货这边的门槛相对比较低，粉丝数也没有要求，加上官方的图文扶持，我闺蜜这样的纯小白没有基础，还是很容易上手。像这些账号零食、日用品、服装都不用写文案，也不用拍摄，几千粉丝一个月也能赚大几万甚至10万加。这个账号4000粉丝，橱窗销量3万加，类似这样的账号还有很多很多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？首先不知道在哪里选择爆款单品，点开主页的商品橱窗，选品广场，找到图文热卖，从这里挑选你想要卖的东西，像服饰、美妆、食品等等，加入橱窗就可以了。有人下单就会有佣金拿。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货图片。
怎样让你的图片看起来精美又吸引人，让粉丝看到你的精致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商品下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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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实生活的一天，我以前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拍摄剪辑。今天约了装修公司的大哥过来帮忙装门头，半个小时差不多我就让拍摄结束。楼下买了份烤冷面线垫垫，晚上和闺蜜约了饭，因为她想做抖音头文带货，无从下手。想了一两个月都没扛起来，想的太多了，最后还要找什么团队拍摄，什么时候做的？其实很简单，今天就约着她手把手操作一下。头文带货这边的门槛相对比较低，粉丝数也没有要求，加上官方的头文扶持。基础还是很容易上手，像这些账号连食物用品服装都不用写文案，也不用拍摄，几千粉丝一个月也能赚大几万甚至十万加。这个账号4000粉丝，橱窗销量30000+，类似这样的账号还有很多很多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？首先不知道在哪里选择爆款单品，点开主页的商品橱窗选品网站，找到图文热卖，从这里挑选你想要卖的东西，像服饰、美妆、饰品等等，加入橱窗就可以了。有人下单就会有佣金拿。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带货图片，怎样让你的图片看起来精美又吸引人，让粉丝看到就想点进去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开商品线下帮忙们找到下架页面进行截图，打开这里面的设计师点空白发布，创建封面，选择自己喜欢的，直接替换就可以。保存图片，点击这个抠图把人像抠出来，想图片上有 logo 的话，直接用 AI 修图就可以了。想要画质更清晰，点击变清晰即可，这样也不会伤害画质。背景如果不喜欢，我们可以点击背景库选择，这里加特效文字都可以。它这里还有很多功能，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超级简单。如果你觉得跟闺蜜一样，点击这个图片试试，让闺蜜们看到你的精致。再完成点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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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完成点